你要上去吗？这是以前的火车哎，景点在哪里？你也等一个人的公车，你来看车程站，大概一个小时一班。有火车来了，耶、yeah, ！你帮我签名，现在是你啊，走出来哦。三元这姐姐来吹，这胖了哟。可可35啊，不要起疑啊。菜条是没有钱。我要吃阿妈白肉粽，看饭不够啊。你这是 DIY 吗？哦，风很大哎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今天呢，带各位去南投车城一日游，废话不多说，出发 ，Go Go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到了车城，这是它的一个停车场，超大的。这里应该是一个废墟的工厂，然后变成停车场。还有很多室内的停车场，9点到5点，然后停一次是100，以次来算的。那我们现在要走去老街了，其实我不知道老街在哪里。出去问一下，那走出来之地还有两排，这两排是比较多人停的。哦，这里吗？不知道。我们现在要怎么去？来来来，抓这里，抓这里。跟我走。到到到。这里也有第二停车场，一次也是100。哦，里面有人行道哎，到了哎，看到一台火车，下面很多石头，还有一个网帅。这里开进来有免费的停车场。这里有一台火车，你要上去吗？可以啊，要啊，可以进去。我看一下，这是名字有点长哦。这是台铁的35 SPK 32,700的普快客车，它是日本富士重工打造的。那它是1970年制造，可以载62个人。上去看一下，座位62。本座呢？哇，怕没亏。哇，这是以前的火车哎。还有电风扇可以吹。以前坐我不爱坐的。哇，不好坐。你不会丢啊？不啊。然后我们来看这个车头，这个车头叫做 R100 柴电机车，那是1969年引进的。耶，帮我翕一个跟火车的合照。有啊。行，咱应该有迄铁道小学堂遐行，行过，吼、哦，安尼较有迄种感觉。我记，车上毋是安尼啊，应该阁有咧呢，应该还有一些地方啊。嗯。
不要展示馆了要。我的运动。在。现在到了游客中心。景点在哪里？Merry Christmas！ 你会坐火车不？可以啊，我直接坐回去二层火车站，然后再坐计程车回去就好了。没有啊，叫你来载我。到了啦，嘿啦，家啦，这就是啊，嘿啦，我印象就是这俩，车程的印象。Seven， 嗯，解到 Seven， 这里有个山洞。站呢，就怀旧的吼。我，你也等一个人的公车。广告。火车停驶，改坐接驳车。在火车停驶。是哦。你来看车程站。吉亚宾25。哦，火车站已经变成这个卖东西的了。别再贼啊！大概一个小时一班，一个小时要20分一班。现在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就跟接驳车啊，我。对啊。现在没有火车了，就接驳车。叉烧包。那这款 Seven 你是咧？走在铁路铁道上哦。嗯。展示用火车，这里跟那个博尔就差不多、啊，空地很大，然后很多草皮，很多铁轨，很多艺术装置可以看，然后很多废弃的东西。可以有。你当到此一游哎，现在你帮我签名。你刚刚是不是那个说怎么都没人，就一来这边怎么人好像有点多？对啊，还蛮多人的嘞。原来大家都在这里。这里可以进去。轨道零件展示。就这些东西。你想去喝那个啊？古老厝啊。蜜蜂哎。天呢？我对这个有兴趣。就很多蜜蜂。今天可以坐坐。对啊。哎。这是什么物件做出来的吼？哪帅？
这里很多卖梅子的。喵喵。这只蜜蜂好像有点肥哦。蒜头酥诶，天然的水果干，气炸诶哦！今日你要看啊？有料啊！有，这姐姐还吹，这胖了。吃看看栗子南瓜，如果去逛无印会看到栗子南瓜是我们帮他代工，还有一个青花椰菜。重点哦，我们这个都没有任何化学添加，无色素、无香料、无防腐剂，不做油炸，它是用真空的状态，用空气下去做。啊，果干也是吗？秀珍菇。对，秀珍菇。嗯。嗯，快切一切哦。好。可可35了，啊，红茶爱果汁。画面。真的袂歹哦。你要吃的鲜炸饼哦，几倍啊？100啊？好啊。对呀，这是赞的。谢谢。你是喜欢可可的？没有。35块。这是乌梅呢，乌梅爱玉。那乌梅我可以，因为不太会酸。我住在花莲。今天想臭豆腐的。有一个所在饲鱼仔的所在，我未找到。他来催的，加，加啊！两家，两起三出来都加。好，那我回去搞啊。哦，加。他家是杨玉平的。不要起鱼啊！这里有纸箱网的，可不可以有？不要。车程，车程。紫餐厅的黑蛋怎么样？哎呀，可以啊。到了。是吧？我。来来来来。无什么鱼啊？无，他们都不会聚集过来。对啊，都是单一几只而已。哦，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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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哟，闻到了，快快快！跟我落下了。来了来了。嗯，那、啊、怎么越吃越远？这里很多呢。多啊。啊，因拢在底咧困。啊，闻到了，闻到了。就浮起来了。都黑色的。嗯。欧巴，欧巴，这节木叶对吧？那个无开的。维护相关品质，暂停对外开放。哦，11月11日的停。停了，面包店移位置的。哦，面包店我还开来底是吧？嗯。加了。要。不加木桶便当，要吗？买一个来吃啊。
不会啊，你去吃。哇，还开啊。北七。看一下。那张纸真的一块一个二十，差不多观光价。嗯，突然就不饿了。又老街呢，啥继续上去啊。冬瓜堡呢，那现在来你们家冬瓜堡呢。罗妈妈，罗妈妈的叉粿哦。没有没有，妈妈吃红菇粿、叉粿、碗粿、菜包，就该吃那个嘛。你敢买一个叉粿？叉粿，叉粿是甜的。这菜卡包较好吃啊？咩啊卖？一粒三十。啊，这嘞？嘿嘛，拢三十。拢三十好。菜头丝，嘿好吃啊，嘿真好吃啊。这是芋头的哦。嘿，那个花生的。花生。蚵仔不是啊？哦，蚵仔好。你的蚵仔呀？嗯，蚵仔。好，萝卜丝。那边就有血了。好，四爷，啊这什么掌？嘿，巴掌。巴掌好，一粒。一只巴掌够呛吃啊。安尼多少？两个好食，三六九十，迄四十，安尼就百三，三百六吧，四三十二，一百六啊。哎，安尼百六，迄四十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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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食，好食，快再过来。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谢谢，我给你加八十。好，草莓干。我就冇草莓干啊。我这不是。你是草莓果干。老街在这里哦，所以我们原本也不会去罗妈妈，所以刚好就来。等一下，没问题，不用，谢谢。今天吃的不完呢，这里有饭面呢，饭面巨大哦，一崩一崩，一米一米，有黑哦，汤啊哦，哇，而且超贵哦，三岁。哎，灯笼，这个是景诶，景观咖啡诶。到了，两三个楼啊，景观咖啡。啊，下面是吃饭的地方。没有。哎呀，我们从那边逛过去，然后从这里下来，刚好在车站这里，真的是好山好水。我要吃阿嬤白的肉粽，好吃哦，很 Q 哦，它的饭很 Q 哦，继续讲，继续讲，赞哦。那吃起来不会有、啊，嗯，吃起来不会有、啊。那个饭不知道为什么很好吃，够菜爆哎！一个好吃的肉粽怎么看出它好吃？因为粽叶都不会粘饭，哇！不会粽叶粘饭粘爱的无学姐啊，太吃惯了，你这种没粘嘛？当天包的，现包的。而且它这个不会很大颗，适合嘴馋的人来吃。妹妹，妹妹，还没抓走啊，过来。喂。哎，好。下。哎呀，为什么我都库伯利克熊啊！啊，这个是你做的东西啊！你这写的 DIY 呢？DIY。OK 了哈，好，把它拆多了。
来来，解释一下吧。啊，原来明扭下来里面。哇，里面有檀香哎。我找了一辈子都找不到，怎么办？竹蜻蜓呢？好久没有看到了。耶，我们要来山洞了。哎呦，可以走过去耶！你要走过去吗？要啊。有火车来了，有声音。哦，风很大哎，隆隆隆隆的，冲冲冲冲！我们走出来会不会变成一只猪？哈，你动这个声音少女哦。车程到水里2.3公里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车程一日游的行程差不多到这里了。我觉得来到这里非常放松，感觉跟铁道扯上关系，都有一点怀旧的风格。那这里以前好像是跟林业有关的，很多卖木头的产品这样，然后跟驼二好像有点类似，就走起来那种感觉。OK，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喜欢的朋友，记得你可喜欢；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哇，感觉车潮越来越多了。这里以前是什么？正昌兴业公司水泥厂。有啊，都爆满了。刚才来的没有那么多哎。刚才来的都算早了。嗯，你才动家叫三位。今天要、啊、画线呢，这里都可以停啊，只是没有人停而已。